当我让侄女叫男闺蜜爸爸。小侄女，你待会儿叫那个灰色衣服的叔叔叫什么呀？爸爸。可以，就这个力量，走走走，冲冲冲。爸爸，我饿了，妈妈叫你别打篮球了。这谁家的孩子啊？老公，你自己女儿你都不认了？我的，你看我还可以啊，兄弟，许久都没失去的孩子，不是说的，真的不是说的。你认真点，把他送回去。哎呀，老公，今天孩子过生日呢，礼物呢？啊，孩子过生日，你没准备什么东西？下次补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知道你们没准备，我准备了，来吧。炸！喂，师傅。不愧是你啊，这顿午饭。没问题。看把你开心的。这顿红外卖请。哇！Later。 哎，你好先生，这边一共消费3850元。兄弟们输了多少钱啊？你兄弟都还挺抠的，一人给50。啥？